hey, 各位，我们走很远了。我们家前面应该是瀑布。Yes。班哲明。然后呢，我们刚刚从山底下走上来，先走到路口要50分钟。然后呢，我们又走了，要走大概30分钟才会到山顶去看那什么，什么大瀑布的。对，要这样注意。这边水多干净，下面都是海藻。这边还有人在钓鱼。吉娃娃，吉娃娃。哟，我们现在要去玩水，玩神奇的水。嘿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介绍平伦屿的温泉旅馆。然后因为平伦屿在礁溪嘛，所以礁溪很有名的是温泉。然后我们现在要介绍它现在有浴室内有什么东西。它这边有一个水龙头、四个水瓶，还有卫生纸。哦，对哦，顺便讲，因为这家旅馆主打环保，所以那个牙刷要自己带。对，但是如果你没带的话，也不用紧张，就是你可以跟旅馆要。好，然后现在介绍它的淋浴间，它淋浴间大概长这样，就一个电风头，然后三个润发乳、洗发乳跟沐浴乳，还有一个开水器。对，好，这边是它的浴缸，这边浴缸。这边是热水，这边是冷水，然后，哦，对，它这边有个设计很屌，就是它怕你泡到昏倒，还有一个紧急急救铃，对，所以不要乱按。哦，对，我这边还发现一个很屌的，该死的，淋浴好不好？好，这是那个里面看到配到外面。嘿，我们现在扶龙骑脚踏车，然后对，有点热。哎呦，靠腰！现在上坡，超累的。我们刚刚骑上来，一路骑上来的时候蛮凉的，但是现在有一段都是上坡，所以骑得特别累。芙蓉真的是骑脚踏车好骑的好地方，对，超棒的，天空超蓝，而且很凉。